北京时间1月5日，在仰望品牌发布会上，除了定位为硬派越野 SUV 的仰望 U8， 该品牌第二款车型仰望 U9 也首发亮相。仰望 U9 定位为纯电动超跑，并配备 E4-4 电机技术，零百加速时间可达2秒级。仰望 U9 在外观方面采用了极具流线型的线条，车头头灯具有极强辨识度，并且也配备了仰望 U8 一样的多组 LED 光源，而且仰望 U9 还融入了大量空气动力学元素。仰望 U9 采用了蝴蝶门设计，黄色车身与黑色车顶让这款车看起来运动感十足。仰望 U9 配有大尺寸尾部扩散器，尾窗上的竖向灯带与车尾的轮廓相连，提升了车辆的空气动力学表现。